程咬金高端局打法思路。对线元哥，对线元哥，我们和谐开局，让他学一个什么样的技能？直接跟打野了，哇，直接暴击。OK， 我们先把螃蟹吃了，什么意思？刮你一下。保护我方，程咬金。他们上来了是吧？那我就走。他队友上来了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就走呗。卡线。卡线的同时出两个布甲，持手恢复省得被秒。蓝开弓本是要抓我的，直接减速一下 A 一下 A 一下，二技能挂一下交给你了。把线推过去，怎么说，第三波兵线汇集，这个螃蟹要刷新了，把螃蟹拿了。按手恢复，稳着点打，今天一把不浪啊。我们本想上来吗？不上来。好，到达四级，刮元哥一下，踩他一脚，再 A 他一下，再刮一下后排兵往后溜。他应该要去守蓝了，他的蓝快刷了，不过我们还是小心一点。二技能刮没刮到，得赶紧把鞋子出了，平 A 一下再交二，往后拉，他队友应该是来了。我们现在是全图顺风，我不能出节奏。持手恢复，他在打这个花儿，已经打掉了。宫本已经刷到红了，所以这一波我们更不能打了。过去把螃蟹，算了，赵云来了。打 A 二打一套，打宫本吧。宫本应该也在的，元哥怂的话想办法揍一下宫本，泰隆也行，直接惩戒。高端局慢点打节奏，这宫本没漏可能会在这个位置蹲我，所以我得小心，等宫本漏头再打。还没漏，还没漏，我不急。哎，就知道这小子他娘的对我有想法。哎呀，这塔下被越了，我靠，都打这么稳了，塔下被越了，只能说这样出，强行出节奏。哎呀的，强行出节奏是吧。强行出节奏，你看我反不反你就完了。操，没抢到，赵云来帮我抓了，但是他红区刷了呀，我觉得可以进攻他红啊。为什么不反红啊？元哥不好抓呀，喵的，这波进攻红就好了，宫本就扛不住了，快走，再扛一波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打不了。收藏了视频，就要对他负责，这是真男人的诚信。走不了了，这座塔。这夹子给的压力太足了，这波只能看射手了呀。射手那边得出节奏啊。哎呦，又比他强了。
元哥给解放了，他得是夹子，在端波线。不好越的呀，压的结夹子前期是真猛啊！感谢送来的火箭，感谢感谢。好，哎呀，走了走了，真的很烦呀，你这个宫本。这把被压制了呀！我靠，这你都敢上？赵云的节奏有问题啊，兄弟！这上就是白给呀，赶紧断波线过去！赶紧断波线，这一波他也有了，也能支援了。开了应该打得过吧？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宫本在上路，我在这里卡着宫本。A2A 直接交大，直接踩一脚，卡住宫本就行了。他这个英雄对后排威胁很大的。拉开，我没大招啊，小心啊！打的，哇靠！这犯病了呀，兄弟！元哥没状态，这一波应该吃个鸟，再带一波上路线。先开龙过去支援一下，现在有团战能力了。我靠我靠，能救吗？漂亮，这边视野给一下，没宫本了，可以控血了。左侧应该有个元哥啊，小心啊，这个位置应该有个元哥的，卡住元哥，可能让他把射法师给秒了，法师炸得还挺好的。 OK OK，秒龙秒龙，我得帮射手卡视野，请求集合，收到。然后他俩应安全了，我就去转龙龙坑这边。 OK， 龙也拿了，继续去帮射手卡视野。把该踩的视野全部踩出来，发起进攻。好，上路就两个，而且是一个没闪现的，直接减速一下。但是这个夹子太聪明了，直接往后面跑了，先卡住元哥位置，元哥对后排威胁很大。然后退中路，没有扁鹊了，他们没有清线能力了。扁鹊一技能是他们家最好的清线技能，这一波可以连破两二塔，分散了三个人，中路就一个宫本，但是没人了，我们先往后撤。然后差300块钱反甲，他们下路杀不死，我去把上路线截一下。算了，宫本应该猜到了，按手恢复先，然后等兵线汇集，先把这波线吃了，这波线太关键了。OK。反甲出来以后上升一个梯度，这里可以先骚扰，先去卡一下视野。上路已经两个人了，宫本应该在草里，直接干他。
哎呀，控死我了，夹子哥呀！快快上路一波，上路一波！他娘的！上路线又到了。直接来参团，给他一手榴弹，哎，先打掉傀儡，好，又一个手榴弹，直接把射手劝退，先强推两下，先交大，然后跳出去，回头重置一下塔上，把塔推了。对对对，就这么打，就这么慢点来，慢点来，不着急。我这里要嗝屁了呀，我感觉完全招架不住了呀。开始撤退，才推了一半，大龙吧，帮射手卡一下视野，集合，小心被元哥蹲，该踩的视野全部踩出来。他们这龙应该是没有想法的，继续去卡视野，该带线的局咱们去带线，不该带线的局咱们就参团，先顶在射手前面，然后看一下怎么个打法，跟上就行。射手嗝屁了。这时候嗝屁了呀！对面剩一个射手和一个宫本了，他俩应该是不好守的。我现在是有反甲的，哎，可以越，可以可以，好像能一波。可以一波，可以一波。拿下，拿下。